我们看这一题，它现在有个子弹哈，从那个左平台以速度50公尺每秒的这个呢速度了啊，这速度哈是等于50公尺哈每秒，这样射出去。好，且两平台哈，这个相距50公尺，50公尺。好，那么他说哈，不考虑阻力啊，则右侧平台哈需比左侧平台低多少距离才会呢被打到？哦，这个甲，这个甲才会被这个物体哈打到。这怎么做哈？这个因为它水平方向是等速运动的，所以呢，它水平速度50公尺每秒，跑了50公尺需要多少时间？它的时间哈就是等于50公尺嘛，哈，水平呢位移50公尺，除以水平速度是50，所以需要1秒。在这1秒里面的话，哈，这个物体哈在 y 方向它要下降 h 公尺，然后刚好打到它。那我们知道在 y 方向它是自由落体嘛，所以 h 呢应该等于多少？等于二分之一 g t 平方嘛。所以是二分之一乘以十，g 是十再乘以一，所以是5公尺，所以这个下降的距离哈是5公尺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一，5公尺。